开幕，我是能去闹，去闹闹看嘛。啊，你去闹闹看嘛。你们人那么多，我闹你什么？小姐，好，我要回来收摊。我留电话给他，你再有时间就不要再拍了。有很多办法可以找到我。一二三四五个人，你到底要干嘛啦？我操！那个我要讲，你开幕我是不是能去闹？去闹闹看嘛。啊，你去闹闹看嘛。你们人那么多，我闹你什么？本分局在111年10月28日啊，接获网红绰号蓝小明是李姓民众啊报案称在今年的6月9日12时遭绰号乌鸦网红率众持手机为主拍摄，并阻止其离去事后将该段影片上传在 YouTube 并公布于众诉请警方侦办。